启禀皇上，现在阿德国的人使用这个排泄物的部分，也就是塞，来攻击我们。我们绝对会誓死捍卫我们国土的安全。不要在那边讲屁话！这次没有防守下来，你们也不用回来了。你要准备四十八，四十八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罗，这摆看到的我给我注入进，你就麦克秀怕。原来是阿罗啊！这次敢在你的面子上，就不秀怕了，拜拜。小米，这次表现得太好了，成功防下了阿德赛，我太开心了，好棒呀！其实有今天这个部分，都要感谢阿罗防了阿德的赛。你是说阿罗防了阿德赛？